真正的创造者从来不会停止接受挑战。酒寒画影同心沙龙里就吸引了多位法国艺术界和葡萄酒业的大师，我们为他们策划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请您酿造出可以和画作潺潺细语的味道，请绘画出可以用眼睛品尝的优雅，让我们能闭上眼睛品一口红酒，眼前就只能是那一幅画面。我们的艺术家都是喜欢挑战的天使，他们欣然接受这个挑战，并且迅速带上他们的创造力，精心奴驾这股力量，最终他们做到了。让我们为他们送上无比钦佩的目光，他们就是作品会常常出现在世界最负盛名的拍卖行的著名画家朱德群和莫妮卡·奥西尼。对于这些大师来说，他们创造的是挑战，每一次挑战都可能会化作一个永恒。他们和他们的佳品等待的不仅仅是一位买者，有性格的孤品希望您能成为他的知己。顶级的红酒被小心翼翼地藏在酒窖里，爵士的佳作活在时间的长河中，而普通的红酒三五年我们就不会再去喝它，平庸的作品更是会随着时间被遗忘。所以其实佳品就是时间的物化，您享受佳品，您就是在享用时间。在您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里，或许您是一个人，或许您邀请上您的朋友来到家中，开一瓶只为那时那刻而存在的佳酿，欣赏那幅只为留住那时那刻创作的佳作。您知道，这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大师们共同为您奉上的时间的秘密。